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元神 5.1 到 5.3 卡池三神 UP 太香了，双灵五星家里又混池来了，火神同款雷神技能大迪西亚来了，元神第二期里月混池安排来了，这几位别错过。元神离谱 5.2 减 5.3 真香版本来了，双神加粉毛少女登场，火神技能定位曝光，大世界能力强无敌。元神 5.0 纳塔威登场，角色总结，万叶平替人全卡来了，八位新角色定位曝光，你最期待哪一个？元神太香了。第二期混池开启时间曝光，入池角色安排来了， 5.1 到 5.2 双神复刻，5.3 火神加法器少女登场。众所周知，元神那塔 5.1 卡池越来越近，新五星角色希诺宁也终于要来了，各位旅行者们是不是也都非常的期待呢？有关于 5.1 版本的前瞻直播将近，感兴趣的旅行者们倒是可以期待一下，而说起后续卡池角色等相关消息，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就是有关于 5.1 到 5.2 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了，就最新的相关消息来看，5月1日新角色是希诺宁就不多说了， 5.2 卡池据说是风系弓箭城女大 C 恰斯卡登场，复刻角色的话，其中 5.1 卡池是千姿、纳西达、胡桃， 5.2 卡池复刻角色是温迪、仆人、流浪者，加上 5.3 卡池的火神马威卡登场，那就是三神啊，还是非常香的。而说起 5.3 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，除了火神马威卡外，还有一位新五星角色，就是之前 PV 中出现的粉毛法器少女茜特拉利了。也就是说 5.3 将会是双五星角色登场，复刻角色就不多说了，毕竟版本跨度大，随时都有变动的可能性。当然啦，最主要的是在 5.3 版本据说还会有第二期里月混池的开启，各位旅行者们是不是也都非常的期待呢？值得一提的是，有关于火神马威卡技能机制相关的消息也来了。根据最新的消息来看，除了之前提到火神可以骑摩托大世界能力极强外，火神的过火频率也不高，类似雷神一样附带的，倒是有点大迪西亚的味道了。这么来看的话，火神大概率是偏 C 了。不过还是那句话，版本跨度大，保不保真就不知道了，各位旅行者们还需理性观看哈。众所周知，元神那塔 5.0 下半卡池即将到来，基尼奇、雷电将军也即将 up， 同时 5.1 卡池的新五星角色希诺宁也已经官宣，各位旅行者们是不是也都非常的期待呢？而最近有关于第二期混池的开放也是很多玩家比较关心的，本期就第二期混池等相关消息一起来看看吧。根据最近网传的消息来看，各位旅行者们等待这么久的第二期混池的消息也终于来了。就目前的消息来看，第二期混池开启的时间是在 5.3 版本，正好对应的是海灯节，同时火神马威卡据说也会在 5.3 卡池登场，还是非常香的。如果消息准确的话，对于想抽混池的玩家而言，原始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。而说起第二期混池角色登场的安排，目前来看是璃月混池，璃月的角色分别有克勤、七七、甘雨、胡桃、白竹、叶兰、达达利亚、萧、钟离这九位，其中钟离四神基本上可以确定不进混池，毕竟第一期温迪也没进，叶兰强度较高也不一定进，萧虽然可以进混池，但是不排除海灯节拉出来卖一波，所以说这三位角色也是争议最多的。再加上当时第二期蒙德混池也是六位角色入池，分别是尤拉、莫娜、阿贝多、可莉、迪卢克、钱。这么来看的话，第二期里月混池大概率也是六位角色入池，也就是刚刚提到的克勤、七七、甘雨、胡桃、公子、白竹这几位了。众所周知，原神那塔 5.1 卡池即将和大家见面，豹女希诺宁也即将登场，各位旅行者们是不是也都非常的期待呢？除了希诺宁即将登场外，从 5.2 卡池开始，大量新角色也会陆续登场，其中包含了火神马威卡、茜特拉利等角色。本期就后续卡池角色等相关消息一起来看看吧。有关于 5.2 级后续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，就目前网传消息的汇总来看，量还是非常足的。首先就是 5.2 卡池的相关内容， 5.2 卡池风系城女恰斯卡会登场，复刻的角色目前说法最多的版本是温迪、闪冰、仆人复刻，不过并没有实锤，至于是预测还是啥的，大家看看就好，毕竟5月1日复刻角色都没实锤，随时变动也是很正常的。而说起后续的 5.3 卡池，可以说是迎来了真香版本，5.3 卡池对应的正好是今年的海灯节，据说火神马威卡和粉毛冰法少女茜特拉利会登场，两位都是五星角色，同时 5.3 版本还会有第二期混池的开启。就零散消息的汇总来看，可信度还是非常高的，看样子后续的 5.3 版本还是比较让人期待的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有关于火神马威卡定位相关的消息也终于来了。目前来看，火神翼技能点按召唤协同攻击，长按进入火附魔，血都会消耗夜魂值，大招单 hit 两秒一次，同时马威卡的摩托车可以上山下水或在地上行驶。这么来看的话，火神的大世界能力极强，绝对是超模的那一种，定位的话前台后台都有。不过还是那句话，毕竟是网传的消息，保不保真就不知道了。
各位旅行者们还需理性观看哈。众所周知，原神娜塔 5.0 下半卡池即将登场，新五星角色基尼奇也即将 UP， 各位旅行者们的原石是不是都已经准备好了呢？除了草大剑基尼奇即将登场外，说起娜塔版本后续火神队长等新角色的汇总相关，一起来看看吧。在官方早期的 PV 以及近期版本活动的剧情中，娜塔大量的新角色也已经登场，目前已经 OP 的角色分别有马拉尼、卡奇娜这两位。草大剑基尼奇则是在 5.0 下半卡池登场，定位草系组 C 大剑角色，作为娜塔的开门角色。基尼奇的大世界能力和强度都非常不错，在娜塔的人气还是非常高的。然后就是 5.1 卡池即将登场的新五星角色希诺宁了。希诺宁的定位是五星炎系单手剑角色，同样是位大世界能力和强度超高的角色，辅助能力强，目前看来极有可能是娜塔首个人全卡。简单来说，希诺宁就是一个可以治疗的炎万叶，虽然对比万叶没有了巨怪能力，但是作为万叶的平替还是没问题的，搭配水龙王纳维莱特和纳维亚还是非常不错的。除了 5.1 卡池及之前公布的新角色外，还没公布的角色分别有黑皮小萝莉伊安山、恰斯卡、火神马威卡、欧洛伦、茜特拉利、队长西巴拉克这几位。其中安山在 5.0 剧情中登场，是雷系角色，恰斯卡是风系弓箭角色，火神是大剑角色，欧洛伦的话目前只是在 PV 中出现，茜特拉利同样也没有登场，不过已经提及队长的话在 5.0 中有一段和火神打斗的剧情，还是非常燃的。总的来说，娜塔 5.0 版本已经确定 UP 的有马拉尼、基尼奇、卡奇娜、希诺宁这几位，至于火神马威卡、恰斯卡、欧洛伦、茜特拉利等角色，起码也得到 5.2 及后续卡池才会登场了。众所周知，原神娜塔 5.1 卡池越来越近，除了新五星角色希诺宁即将登场外，就是 5.1 版本前瞻直播的到来了。各位旅行者们是不是也都非常的期待呢？随着 5.1 卡池将近，后续混池、角色等相关消息也终于来了，一起来看看吧。有关于 5.1 卡池和 5.2 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，最近网传的消息比较多，不过简单来说的话， 5.1 卡池的新五星角色希诺宁已经官宣，复刻角色就是之前一直提到较多的千姿、纳西达、胡桃这三位。 5.2 卡池的新五星角色据说是恰斯卡，复刻角色的话目前说法较多的是温迪、流浪者、仆人复刻，这个版本只能说看看，毕竟版本跨度大。而说起第二期混池的开启时间，也是很多旅行者们比较关心的。根据最新的相关消息来看，第二期混池的开启时间是在 5.3 版本，简单来说就是在后续的 5.3 版本中会有新的一期璃月的极路祈愿，也就是说璃月混池要来了。目前来看，满足条件的璃月角色有甘雨、克勤、七七、白竹、萧、公子这几位，胡桃、叶兰、钟离进混池的概率不大，再加上 5.3 版本又是海灯节，又在过年期间，这时候开混池可信度还是比较高的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就网传的消息来看， 5.3 版本不仅仅是海灯节的到来，据说火神马威卡、五星兵法粉毛少女茜特拉利也会登场，两位女五星登场还是非常香的。当然啦，版本跨度大，随时都有变动的可能性，各位旅行者们还需理性观看哈。